那好，我问阿母，若是你现在怀里有一个无法分割的麦饼，你面前站着两人，一人即将饿死，一人却有七八分饱腹，你会给谁？难道你会对那个即将饿死的人说，你再忍一忍，等我有了两个麦饼之后再分你一人一个？阿母，这样看似公平的公平到底真是公平吗？还是以公平之名行偏心之事？